处临朝不斩，二八佳人出九年，山前杜鹃红如染，春风吹开。
到年公公偏偏多金枪
举出。为人中好，
茶水不沾。耳边响又听得人声叫喊，莫非是吴相公来到女儿啦，几天不见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啥？妈妈耶！吃不下了哇，让我来摸摸。阿姐，头发都烧得变成泥了吗？哎呀，妈妈，头发本来就是冷的嘛。摸死啊，头发本来是冷的呀。让我来摸摸我这几根假头发。头发是冷的，我来摸摸你的额头。啊，姐。你怎么烧成这个样子啊？儿子，你病得不轻，妈去赶快给你请个医生来吧。啊，医生啊，我不要，妈妈我不要啊。莫事不要啥？妈妈耶，请到家又要把么拿。哎呦，王干妈耶，妈妈儿的娘儿的妈，小小大大我的妈耶，你儿有些怕儿的妈。这话也不错，要是请那高明的医生来呀，到了家里来，拉拉们看看病，望闻问切，闲话不说，废话不讲，对症下药，药到病除也就是了。要是碰上那一号医生啊，嘴上顶呱呱，肚子也饱胀，就在石头上翻跟头。难道家里呀，把这么小发小糊的这么一堵，把那么小眼睛在我女儿脸上这么一定，从何问到脚？这就怪着。妈妈，我年轻的时候啊，也跟翠花伢子一样，长得也有几分姿色。就是碰上这好医生，
连着小安静对我这么一定，我的个天哪，真吓死人哦，把我定得七窍毛眼，浑身发抖，现在想起来呀，我浑身还起鸡皮疙瘩子。儿子攥着，我们不请医生了，到庙里请菩萨，抽象求不起，看看菩萨有什么好办法。哎呦妈妈耶，那菩萨呢，女儿也不请呢。哎，菩萨你莫是不请的，妈妈耶，提起那菩萨儿也不请他，菩萨请到家又要把香发，哎呀王干妈耶，妈妈儿的娘儿的妈，菩萨他又对我的妈耶说不出人间话儿的妈。不错，那菩萨有嘴呀，是不说人话。哼，骂骂我，气概念佛，求神拜菩萨，不修今生修来世，但求儿孙得太平，穷的当裤子，也要求一副菩萨老儿供在堂前。成婚三叩首，早晚一路响。天王经、地王经、皈依法师多心经。天王经、地王经、皈依法师多心经，我是天天念，白天念。说句念为不孝的话，我是不念经吃不好饭，不念经睡不好觉，是从二十念到三十，从三十念到四十，我是越念越穷，越念越糊涂。那个菩萨老儿，你个屁也没犯一个，哼，白白耽误我五花眉毛四季年华，到如今我连个儿子都没有，还谈什么爹孙子求太平。算着，我想起来过，你到后花园那贴七根桃鸭，那是辟邪的，拿回来妈妈给你打打就好了。哎，妈妈那是打不得的。我是打不得啥，那是怎么打的好呢？是哎，只怕你游春山上遇到山神，火火遇到火神，儿子中了邪打一打就好了。妈妈打不得，打不得你哦。我真是老糊涂了，病机呀乱投医，常言说得好，吃糕点豆腐，一物降一物，什么病要用什么药。哎，人家头痛我给他扇眼睛，这不是把裤腰带当围巾，不得茶吗？那是那桃鸭打我女儿，每天嫩肉的，要是打出个疤来呀，这泪上没有治好，又贴了歪上。妈妈打不得你。那新兵呐，还有新药医。哎，娘啊，你有什么话就对妈妈我说啥。妈妈，女儿的心思跟你讲。又有没用是？哎，给妈妈说说，我还有一笔，笔什么东西哦？是那个药铺里的百草膏。怎么讲是啊？小痰化气，解愁散闷。妈妈，你讲的可是真的呀？我拉车管呢。妈妈，那。你就听着啊，近来三月三，女儿去又春。歇着，妈妈我还有求呢。妈妈，人人都是去又春，你怎么是有求是啊？那
你们青春二八春娇八寸他采的是银春花春凤儿韵他、嗯、一路春官带回家，这才叫游春满、嗯、妈妈我是个老白菜杆子了，挎这个篮子带着个耙子，耙子耙的是花开花落，篮子转的是忙上柴火，这还不叫游秋啊。妈妈这也是叫游春啊。啊，我这也叫游春啊。就算是游春，哎，那游春人看到过摩四杀，哎呦，妈妈耶，不定有戏遇见一书生二弟王干，妈耶，妈妈二弟娘二弟妈，那书生长得我的妈耶。金毛果断真儿的妈，那书生到底长在模样子上？妈妈耶，二弟王干，妈耶，妈妈二弟娘二弟妈，举止文雅我的妈耶，采呀采花糕二弟妈。哎呦，儿子，哎，你个问过哪个书生呢？姓甚名谁？嫁住哪里呀？哎呦，妈妈耶，女儿为啥问呢？哎呦，我真是老糊涂了，非亲非故的，你叫一个黄花闺女问人家姓甚名谁嫁住哪里，莫说我女儿，就是我这个老太婆也有三分害羞七分不好意思。儿子，你不知道人家姓甚名谁嫁住哪里，你怎么是找人家噻？他送了一把扇子给我这。我擦，常言道无功不受禄，莫看我们是小户人家，哼，徒弟是张飞卖铁锤人强货硬，妈妈无缘无故拿人家扇子又是身份呐、啊、妈妈，那不是我要的，人穷志不穷，就是人家给的人家送的我们也不能要。妈妈妈妈，那我也你也莫撒，送给他一把耶。你不趁着空城计拿人推掉四蚂蚁，不给他个眼子，他怎能说实话呢？我说女儿了，嗯，他送你一把扇子哎，你还不知道他的姓名呐？那上面写着有哎，妈妈你看，列位，这扇子里面呐还藏着秘密联络头呢。哎，我说女儿了，这扇子上是怎么写的？妈妈，你拿都拿错着。是这么看的吗？妈妈，这扇子上面写着有哎，家中
歇着，捡来捡去，我还不晓得捡哪一个了。搞了半天，捡到吴三宝啊！妈妈，我是气得热天直淌汗，冬天直发抖，家里坐不住，滚到外头坐了坐去哟、哦啊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我还给你个大的呢。妈妈，你为么子生气了是、啊？提到别人呐，倒还可以。提到吴三宝啊，妈妈我气得腿都热的掉到脚筋子上去了。啊，我的妈妈，妈妈，你腿肚子不是还是在腿肚子上面吗？啊，我来看看。那，我说我脚筋子怎么变丑的了？原来妈妈赶时髦，做了个大裤脚。妈妈。是他吗？认识他吗？他是哪个山？他是哪一个？他是哪一个？我妈妈，你要是再不说，娘儿我就给你打。你要打我？不敢呢。你要骂我？不敢呢。不打我也不骂我，你把我怎么样呢？你要是再不说，女儿我就要给你跪下了。哎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妈妈我啊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你要跪呀、啊、我就要睡了。我妈妈把这个椅子放到屋里去，妈妈有话跟你讲。哎呦，妈妈，女儿我搬不动哎。搬不动啊？这一桌啊还真灵呢。妈妈，妈妈耶，你认识那个吴三宝吗？我不仅认识他哇，他还是我亲弟弟的干儿子呢。啊，姐，妈妈，你还有这么好的干儿子？你是我的干女儿呗？手掌是肉，手背也是肉。女儿我不想做你的干女儿了。啊？不想做我干女儿？那做么事哦？做。到底做么事哦？妈妈耳朵有点背气，你要大点声啊。接着反正干女儿你不做，要做什么干媳妇也不晓得你在搞什么名堂，真是气扯半拉子。妈妈，妈妈你疼我就像一家人，妈妈你爱
亲上加亲我的妈耶，两家过一家二的妈。儿子，翠花儿你放宽呐、心呐。好多，我倒成了个坏人了啊！气死我这，气死我这，真正气死我这！妈妈，你怎么睡着着？妈妈有个毛病，一生气呀、就睡着着。妈妈，那你几时到他家去呢？妈妈我嘛，醒了就去。妈妈，那。几时醒啊？明年八月。哎呦，妈妈耶，女儿有病着，哎呦，头痛，头痛哦，我头痛。不要病了，不要病了，妈妈马上就去，马上就去哦。妈妈，你马上就去啊？那那我的病就好着。列位请看，他害病来似烈火，我治病好似旋风，真是华佗在世，扁鹊重生，药到病去，起死回生。以后哪个人得这个病啊，请各位把我杨阳明显先生拉拉生意办办场，可不要找别人哦，但找我王干吧。妈妈你真的那亲妈还要亲，女儿我小金二弟王干，妈耶妈妈二弟娘二弟妈，女儿我也不恼你，只好把你孝敬二弟妈。男有心女有心，哎呀哎呦，心事一才慌啊，进来还有妈妈，妈妈你好比活神，活神仙，我比神仙强十分，强十啊送了我，送妈妈呀！不用送了，送妈妈，不用送了。你再送啊，我就到台底下去了。再送啊，我就要打瞌睡了我。哎呦，妈妈，那我要病着。哎呦，我要病着。哎呦，女儿呢？不能病，不能病哦。
看等我先走，今年看灯又是我带头，不觉来到自家门口，叫声老婆开门喽，老魏开门喽。两个见过礼呀、啊，和气和气吗？当干的，你从哪里来哦？哦我从街上来呀。街上有么好玩的噻？是今天街上个好玩的，还大放花灯，人人呐、啊、都要去看灯呢。说话，街上有灯呐、啊？有灯。姐、啊，我进屋去看灯，走走走走走。哎呀，就你这个样子还得看着呢，不吵不吵。哎呀，就这么地哦。哎呀，你和你衣服噻。哎呀，我这不是很好吗？哎呀，老婆。我们转个人一年忙到头，有两件新衣服，这过年不穿，过节不穿，看着干灰再不穿，那么时候穿呢？三个的还真要换呢。那真要换呢？那你就等着。哎，你要快点呢。三个的等着我哎。快点喽。当家的说你等好我，老个老来洗过脸，老头洗脸看啊啊看花灯。
他急得头一伸，来子来看真，他急在人往里蹲，胖子来看真，他急得汗淋淋，瘦子来看真，他急成一把筋，小胆儿来看真，他站也站不稳，老头来看真，姐可不能老来戳啊，啊戳快蹲呐、啊。管长的是龙灯，管短的是紫灯，瞎子灯一碗心，螃蟹灯黄爬心，鲤鱼灯跳龙门，乌龟灯头一转精一身，不笑人来也笑人，笑得我夫妻都啊啊肚子痛啊。春天炮放得高，火老出地下刨，哟哟煮好了苦酒烧着了，我急忙找急忙瞧，我的苦酒没有烧着，砍头的你笑什么，不喊的你惊怕吵，你险些把我的魂啊啊魂喝掉啊。这把没什么事的，干什么？咦，他在缸里吵着了，看灯来怎么不看着啥？你看他们惯人了，看着不看着，惯把两个眼睛看着我。在哪里是？不在哪里。哎，我说你这个老几啊，你看灯不看灯，惯我们两个眼睛，你看着我老什么事噻？要是我看着不看灯，不敢你看你老婆，你答应不答应着？老贝，那个人呐、啊，他走着，走着我也不看了。啊，嗯，老贝，等来着，等来着，你看那个灯来，你看那个灯来。